卡斯讲咱用假，咱超人是真用过，恁的行为就是叫做汉奸，叫做糟糕，恁知无？汉奸糟糕，我走你个死啦！今仔日就算是要冤家娶你，冤家分家吼，这嘛是两个兄弟的代志啦。甲你这个地下所生了钱有啥物关系啊？阿妹食米粉，你咧看笑，你真正是笑死人啊！你啊，啥物叫做笑死人？你甲你的后生做出这种袂见笑的代志，这是冤家的一分子，拢有资格跳出来去批评，甚至是骂人。无大无小，我看你真是骗钱来你啊！老爷，阮志良，我叫你安分守己，莫想空想芳，伊唔听我的嘴，你就莫怪我，所有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你阁有啥话紧讲讲的？然后就倒转去你的办公室，把你私人的物件收收的。再阁陪恁老母倒转去厝，甲兄弟款好。爸，叫阿吴总裁。吴总裁，黄志忠迄块录音带，你听过，我嘛听过。若是凭迄块录音带，着要甲我判刑定罪，安尼我手头迄块录音带，请问我应该摕来从啥？我早算准讲，你会摕这点出来讲。敢讲你认为你手头迄块录音带，就用当作是你甲刘玉英的保命符？你甲录音带放出来，只是予美华、志忠、志涵，因提早知影讲你毋是我的亲生后生儿。除了这点，根本完全拢无作用。虽然讲我毋是姓黄，嘛无征着你的遗传，但过自我细汉到大汉，我听你的教示，学你的智慧。加减我的头脑嘛愈变愈巧。等下我要伫众人面头前放互因听，当然毋是顶边咱避免谈判迄块录音带。除了这块录音带，你阁有倒一块录音带？当晚我接到安娜的电话，听讲伊要闹自杀，我就马上赶过去。结果雄雄公公煞袂去这录音机，阁藏伫个身上。伊到安娜因厝，伊哪哭哪甲我讲。伊讲伊有我爱伊，伊阁讲你伫伊房间的浴缸内面是安怎温柔的对待伊。就伫这个时阵，我镜头煞无小心去刺着开关，结果规段演的真情告白，就伫这种无小心的情形下落落来。万一等下我若是阁无小心将这录音机的开关拍开，安尼阁刷落来。换相需要小心，这我都唔知影。你除了遐录音以外，你搁会遐创啥？我搁会遐伫众人面头前讲我是李冤枉的。事实上，我甲阮妈妈嘛真正是真冤枉的。无人会去相信你甲你老母所讲的话。相唔相信我不要紧，只要你肯相信就会用一下。其他人的反应，我甲阮妈妈根本就认为无重要。看这个办事，您敢那要对我母仔囝进行批评的大会？那恁什么人要先开嘴啊？爸，代志发展到这款地步，也无啥物好顾虑。你是公司的总裁，是一家之主，你把大家拢叫来，这个结果是不是应该由你来宣布？放心，结果我是一定会宣布。也毋过在我宣布结果之前。恁三个人是不是应该先听恁两个母仔囝的辩解？爸，伊遐手头已经有证有据啊，因是有啥物好辩解的？当然嘛有。阮后头厝里面拢有偌济家的土地，阮后头厝有偌管理员要参加这个慈福列车的投资啊。相亲说我无需要再强调啊。我嫁来黄家，有通吃有通穿，我甲志良逐个月阁有薪水通好领，年底阁有红利通好分。阮两个母仔囝是无差。一定是不要死的，也不过我的小妹用法就不同款啦。伊的环境跟咱是无对比的，伊的生理逐年在了钱啦。唯一的后生在咱乔林嘛，敢若是做一个小小的助理尔。伊是我希望讲会当利用我后头出遐的土地来翻身哦，所以就一直来求我，一直来求我。你嘛知影讲我跟阮志良是从伊种心肝好，搁心肝软啦，搁加上讲伊是我的小妹，我敢真正做会到见死不救。
还是别人做会出做袂出，迄我唔知影。严哥，我甲阮姊娘是绝对做袂出来。所以我唔知私底下偷偷安排甲叶美琪见面，希望叶美琪会当答应回电讲。哪会知影讲对叶美琪直接就把我提出来？杨姐啊，你讲的这个代志，阮拢已经知影，你无需要再讲一遍。阮即马要质疑你呢，是你去勾结你蔡三迄个部分啦。阿美华，你即马是故意搞一边滚？即马是恁天公要来批评阮即讲呢？我当然需要甲代志自头至尾讲个清清楚楚。今仔日也无人要给我时间啦，你是加听我讲几句死？大王，伊当初是对我们大事情，我坚决个人推辞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恁两个无这个资格，对我母子三个人大事情，因为恁两位厝个咱规家厝，厝个咱黄家所有个事情。妈唔对，假使讲咱黄家，咱超人是一个黄国，恁个行为就是叫做汉奸，叫做糟糕，恁知无？汉奸糟糕，我告你死啦！今仔日就算是要王家传来王家分家吼，这嘛是两个兄弟个代志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你吃米粉，你咧看笑，你真正是笑死人啊！你啊！什么叫做笑死人？你甲你的后生做出这种袂见笑的代志，这也是人家的一分子，拢有资格跳出来质疑你，甚至是骂你。你死早鬼啊！你敢对我无大无小？我看你真是骗钱来的你啊！老爷爷，我感觉这下骂你的无半句骂唔对啦！你今日若是要继续等你生气，要动手，你就试看卖。爸，这款调片，你跟我跟我妈妈要安怎搁辩解落去？恁三个人小心一下，听看恁两个人安怎讲。好，好，请继续。恁想要听哦？我叫你去甲无啥物讲啦。张英，志良，志良，你来讲。乔莲甲叶美琪签好合作的备忘录了啊！玉凤阿姨就认为，搁找叶美琪是根本无机会，所以就拜托我甲阮妈妈介绍李泰山互伊熟识。虽然讲我甲阮妈妈唔拿一边苦劝伊唔通安尼做，也毋过伊就是听袂入去。伊神经哪哭哪怪，讲阮妈妈完全唔管伊家己后头厝的人个死活。阮妈妈感觉真无奈，只好替玉凤阿姨介绍李泰山熟识。因为我跟我妈妈拢认为功德圆满啊，所以阮就无去过问因到底讲了安怎。唔知咯，你真正目睭紧紧伫遐讲白贼话呢？你伫咩个房间内底？你讲啥？有需要我搁放一个录音带给你听无？若讲到这个录音带，我就搁愈生气。爸，你敢有私底下向叶美琪提出过伊讲的什么所谓的附带条件，讲要提伊啦？我当然无。爸，你伫我心目中。是对阿妈有效、对家庭负责、对事业尽心尽力的好爸爸。我当然相信你绝对无。所以当时我听到伊在侮辱你，甚至乎我感觉伊在侮辱你，我就真生气。所以我超过无爱听，我甚至想一挂话来刺激你，所以我才会讲出志忠伊手头底录音带内面所讲的遐话。只是我想袂到，原来志忠可能是因为顶边的代志，伊表面上是原谅，其实一直想要找机会来报复。伊竟然甲叶美琪乌合含这档案，结果才会出现伊即摆手台面伊所讲的证据。志良，你真正找了黄米多，手也刀呢？讲白贼拢袂出大亏，你若是有行在，我尊敬你都袂还，我有可能报复你啊！爸，你敢有看过小弟对大兄安尼起脚动手的？志良，放手！二兄，煞煞去啦！气欢气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什么人讲白贼，爸家己的判断，你家放开，莫让伊有任何借口。对啊，志忠，莫冲动。